本章主要讲的是法拍屋的购买目的。我常遇到很多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常常都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舍本逐末之的动作或行为。举个例子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买法拍屋？其实就是要捡便宜。那如果说不能捡便宜，何必选法拍屋呢？对不对？每一个冒险它都是要有代价，或者说每一个麻烦就是要有代价。如果说我们今天想挑一个很好的屋况，对不对？那屋况好我们就给多一点钱，屋况差我们就 给差一点钱的话，那其实我们就选中古屋。那中古屋没有，基本上的话，如果你透过中介，它没有什么产权的问题，而且它也没有比较大的风险。它其实只要你对价格很明确，你很了解，你可以从很多标的物上去挑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去买法拍屋，那法拍屋基本上来讲它就是没得挑。为什么？因为哪里会给法拍我们怎么知道？它就不会有区域性。那既然没有区域性，你对这个区域就不会去了解。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本身对区域不了解，你要去选这个地方一定有个诱因嘛。那其实主要目的就是你为了捡便宜嘛。那所以说如果你不能捡便宜，你何必选法拍屋呢？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你今天要捡便宜，那你要贪图方便，那你就要选空屋点交。也就是说本身它这是空屋的，然后而且它是还有点交的。有点交代表还原保障你，空屋代表这一个东西已经没有人在里面，没有使用权的问题。所以基本上那因为你要自住，所以你才要快速点交嘛。就好像我朋友有时候在提到法拍屋的时候，他说诶，有人一般都会有种认为说，诶，那法拍屋可不可以贷款？其实法拍屋是可以贷款的，你只要在点交之前你可以去申请，申请完了之后，对不对？你标下之后银行会垫款，那利率又比较高一点，点交后就可以贷款。那现在重点是，你如果说你没有点交，也就使用权不是你的时候，银行不能去看的时候，你就跟贷款无缘嘛。所以说基本上的话，如果说我们单纯就法拍屋的三个阶段来看，就是点交屋，其实你就是要对法律程序的了解，你要去知道怎么去写一些程序书状跟存证信函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针对不点交的部分，需要的就是时间跟法律专业。而且啊，各位买不点交的时候，各位要有种概念啊，不点交既然它是不点交，它就贷不到款嘛。贷不到款的意思就是你银弹要够嘛。就好像有一批人在讲，他说诶，其实他们在买法拍屋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上找的是成本比较低的法拍屋，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捡便宜，他们要捡的非常便宜。那既然要非常便宜，重点就是在不点交啊，因为你有时间，你有专业，那因为你贷不贷款，你银弹要够。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共有啊，那你既然要共有的话，可能你买三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、四分之一、十分之一，那你就要懂得共有处分的概念啊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单纯以共有处分的部分的时候，你可以协议分割，你可以买到之后再去协议分割，你也可以法定分割，你也可以变价拍卖，那到时候大家分钱，反正就把土地变成钱嘛啊。那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因为各个共有人的形态不一样，就有所谓的积极共有人跟所谓消极共有人。那什么叫做消极的共有人呢？消极的共有人就是说，今天假设比来讲，我们其他共有人给拍卖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家里等，好，反正你们拍定好价格之后，我可以实行优先权。那现在重点是，如果共有人很多人，那是不是大家就要分配，他就要比例分配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不见得一定可以拿得到啊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那积极共有人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拍卖的时候我是他的共有人之一，我知道其他共有人撑不住了，那我去买。那今天既然我是个积极的共有人，而且我在法院当场拍定，而且我是拍定人，就没有共有权的优先承买权的问题啊。所以今天只要是买到就是我的啊，不用再问到底是谁有共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有优先购买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在做资本投资或房地产买卖的时候，大家有那种概念了，每一个麻烦都要有一个代价，每一个风险都要有一个代价，哦，就算没有代价你也要有对价。所以当你去买法拍屋的时候还捡得比市价高，讲句难听，这根本就不对了。就好像说今天一拍二拍三拍，哦，大家都在打八折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三拍的人他出的价钱比二拍还高，那讲句难听的，这就是不懂法拍屋嘛，不然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形产生呢？那不懂就是
就是没有很具体的知识的意思，啊，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今天你要买法拍屋，其实就是捡便宜，啊，如果你今天要买不点交的跟共有的，那你就是银单要够。大家在学这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锁定一定的目标跟想法，这样才不会把自己混淆了。那既然如果说我们单纯举个例子啊，假设比例来讲，你今天因为你要自住，所以你才要快速点交嘛。那如果你今天要卖，讲句难听的，你今天法拍屋只要他权利书状给你的，那你税缴一缴之后过户，你就可以卖啦，对不对？只是价钱跟代屋看屋的问题而已嘛。你有产权你还不能卖吗？怎么不可能？所以你自住你才需要快速点交。所以大家在购买法拍屋、学习法拍屋知识的时候，你要能够去锁定，要知道你的目的要做什么。当法拍屋已经不能捡便宜了，那根本就不要去看嘛，干嘛去学法拍知识啊？这个这样做，大家才不会做一些舍本逐末的行为。感谢各位收听，我是张明，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，谢谢。